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最后的一个曲子呢，是我们要为各位演出的，是 Verdi 他的《茶花女》里面三段的选段。那我们特别呢，这个是没有人唱的，这全部都是由我们大提琴合奏为各位演出。那这三段呢，其实在歌剧里面都是非常重要的段落，我们可以好好欣赏，包括像《饮酒歌》，还有呢这个《自由》啊这些内容。那我们今天的演出，其实各位如果觉得演出的感觉不错的话，那我们最后一个曲目演奏完，各位会觉得想要怎么样？对，哎，对，提醒一下，因为我们这个最后一个曲子没有的话啊，我们就散会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们为我们演出这首这个 Verdi 的《茶花女》里面的选曲，谢谢。
是不是觉得他们很棒？我们再大声一点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现在再为各位演出一次《饮酒歌》，可是这次不一样，我们有声乐家一起为各位演唱，我们给他们最热烈的掌声。我真的非常高兴，我相信李老师也非常高兴。李老师想要跟各位说一些感谢的话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晚上好。真是好高兴，能够看见这么多人来听我们的音乐会。现在在疫情期间，你们还这么热情的支持我们，实在是非常的感动。那我也趁这个机会代表我们乐一室内乐团和四位老师，今天是三位，不好意思，三位老师
感谢所有的来支持我们的听众们。那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是，当我的朋友知道我要开这样一场音乐会，就是请声乐老师用唱歌剧跟我们大提琴室内乐团合作的时候，几乎没有一个人赞成，都说我有毛病。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你怎么他们根本不搭嘛？怎么能在一起呢？我一直就有这个理想，我觉得声乐可以跟我们大提琴搭的。然后呢，我就一直往这方面的努力，也积累了一些曲目，然后跟这些年轻的朋友们讨论，他们很赞成，而且他们练起来了，今天就把这场音乐会开出来了，所以我们要为他们鼓鼓掌。另外我也很坦白地告诉大家，我查了很多资料，也请国外的朋友帮我们查很多资料，还没有任何的音乐团体做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台湾是首例。虽然我们做的有很多缺点，但是呢，我们是首例，第一次开创了这么一条路，让我们艺术的形式有了更另外一个发展。就是说大提琴歌唱家不一定要跟钢琴合作，或者不一定要唱歌剧，其实他们跟大提琴也能合得很好，对不对？谢谢大家的鼓励。另外说一个小小的事情，就是我想大家应该知道一下我的 background。我是12月带到的台湾，今天正好40周年，所以这也是我个人对我们台湾音乐的一个小小的奉献。我希望大家喜欢。我们谢谢李老师，我们所有音乐团员都谢谢李老师，我们就做了一束鲜花要献给李老师。谢谢李老师。我也趁这个机会谢谢我们这群年轻人，能够这样的配合，不管多难的曲子他们还都能练下来，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，让我再一次的谢谢他们。也再一次的谢谢各位支持我们的朋友们，希望有机会再演奏给大家听，看看我们有没有进步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晚安。晚安。今天我们演出就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